当一个八岁的女孩有一副十三岁的身躯。这里有四条有趣的建议，可以帮助女孩们在现在和未来都保持健康。获得足够的睡眠是至关重要的。上学的小孩五到十岁需要十到十一个小时的睡眠，青少年十到十七岁需要八个半到九个小时十五分钟的睡眠。建立作息的规律，最好用三十分钟去放轻松，准备入眠。也就是说，三十分钟前关掉所有电子产品。睡眠有助大脑处理事情和信息，花一点时间说说话，帮助他冷静下来。缺乏睡眠会容易饿，足够的睡眠有助保持健康的体重。观看接下来的五段视频，来看看你可以做些什么。学习如何帮助女孩们更经常活动，吃得健康，管理压力和减少化学加工品的使用。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serobreastcancer.org/newpuberty 获得更多的建议和视频，并做小测验。